中俄之间的合作正大光明，坦坦荡荡，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，促进世界发展，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和胁迫。我愿意重申，在军品出口方面，中方一向采取慎重负责态度，一贯依法依规对两用物项出口进行管制。同时，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、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。中方的立场和做法一以贯之，同一些国家在军售问题上搞双重标准，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。